肚子不舒服，哪里有厕所？找到，冲啊！还好他挡住了。等下，你是把整个裤子全部……哦，没事，他脚踝底下被挡住了。我想说，他如果穿短裤的话，这样还好啊，长裤也是啊。我想说，如果他整个在外面整个脱掉，也太好笑了吧？啊，畅快，真舒服！人生最惬意的就是这个时候了。在最后一秒快喷出来，刚好坐好马桶。非常顺畅。没有纸巾，唯一有用的刚刚的抱枕，现在才代替纸巾呢。怎么回事？地震吗？发生什么事？他是整个马桶飞起来了吗？这怎么一回事？他马桶整个喷起来了！你是大多大力啊！我操，头好痛！发生什么事？我现在在哪里？刚刚明明在大便啊！我好像昨天幻觉坐在马桶升天，现在在哪？头好痛！你怎么你也在？呢度系边度嚟噶？这里是哪里？我头先明明喺厕所噶，刚刚明明在厕所，你也是这样的情况？咩情况啊？什么情况？大便的时候坐马桶升天呢、啊？你也是这样。我就以为自己发紧梦。好了，正常人都会觉得自己在做梦，就是。看来我们被传送到一个不知道什么地方。喂，嗰边有个窗啊，睇下出边系边度。看这是哪里？看一下。外太空啊！你们怎么穿越大气层的？求解，看到底要怎么？你们到底大多大力啊？我们大便是怎样？都直接蓄力而发，然后一次蹦一下就飞出去，这样子。地球，天哪！被抓到外太空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安呢？这外星人长好强哦！为什么要抓走我啊？我不要啊！冷静点，冷静。他整个崩溃了。抽烟，抽根烟，冷静。好点了吗？还是很烦躁。你看抽烟没帮助吗？这情况下怎么冷静？也对，我也很迷茫。咁多废话，不如快啲睇下周围嘅情况啦。对对对对对，看周围情况，看个毛线啊！我到现在觉得你们升空到底怎么升的、啊？这什么东西？味道有点臭。红色按钮是按一下，好像在吸东西。如果猜的没错，应该是我们的厕所。现在正在外太空，太不现实了。在烧 UFO 里，所以这个是刚刚把你们的便便给吸掉，是不是？哎，斯宾安，晚上好。被囚禁起来了，四面都没有去路，只有一面玻璃墙。撞破这面玻璃吗？还搞不好防弹的。你是在靠啥啦？你说我们该怎么办？永远都回不去了，你好激动啊，大姐！你个白痴，关我屁事啊！我不管，就是你不好，是你我就不会被送来这里，好像真的不关我的事啊，好像有人，你谁啊你？外星人啦！救命啊！哎，还是要请他吃东西吗？这个东西真的能吃吗？他手能穿过粑粑，不是穿过玻璃？他走了，抱两个东西就走了，抱走我们外星人。为什么还有眼珠啊？没有别的选择，
干嘛咬我？要低头我了。不看看有什么办法离开这里？那到底关咬他什么事？外星美食，闻起来很臭，一点食欲都没有。他为什么手可以伸起来？只能从外面进来，不能从里面出去。人家搞不好可以穿那个，人家搞不好可以穿墙术啊。可以放这个吗？哦吼，居然可以耶！暗格，摸到透明的东西。哦，这什么？外星科技，太空扳手哦，我以为是那个咸蛋超人变身用的那个，好酷哦，可以这样搞。有开始，哎呦，怪物，这什么东西，好恶心！最好不要高，小心被咬了。要吃这个吗？在干嘛？我也不知道在干嘛。两下就吃完了，说变化吗？再给他吃一个呢？这么做有什么意义吗？没什么事可以做的。或许这样可以找到拖出去的方法啊。做的事毫无逻辑可言，这是密室解谜游戏玩太多了。以为只要不断把道具放过去不同地方就会打开门吗？不试试怎么知道？不用试都知道，白痴。拔鸡！无缘无故骂我干嘛？你这种毛，连啲饭钟都为埋关门啊！你不是说不吃吗？而家真系咩都冇得食啊嘛！现在没得吃，那什么？哎呦，在掐脖子哎！这外星人，他为什么可以伸到那么长？要不要抓过去？放开哦！完全搬不开他的手背，他被带到哪？他好嗨哦！啊啊啊！他长得好像那个田中太郎，快逃！想不想牙齿那么有力？别废话，你跑快一点！田中太郎来啦！救命啦！快点搵个地方匿埋啊！你来乱的吧，小姐你是来乱的。这里没有去路，闯进一个死胡同。哦，能套到我们手背上。还能把船。其他路啦，这套装备或许能帮我们打败外星人。我哋转头开片。怎么回头干架？我有千周炎撑不来。咁落落噶，攞嚟啫。喂，帮下我啦。我搬好东，这东西好重。左右手搞反，左右手都一样了。哦，帅哎！你看整个画风批变哎，麻蛋。真的穿上了，我一起起来看看。你听到我说话吗？太重了，完全用不到。太重，完全动不了，怎么办？外星人冲进来了。头先蒙墙度仲挂住个嘢。墙上挂的东西，游戏把手是玩游戏的时候。废话啦，你揿下啲掣睇下冇用啦。看看有没有说明。喐到啦，喐到啦，咁就有噶啦。操纵你把外星人打发。真命大王，没问题的，大王，先让我成个党啊，大王。哦，帅哦。哦，没事，我知道了。太劲了！太强了，对手真太强。不是，我不知道按钮按哪里啊，没力气了。
你没事吧？不行的话，我们现在赶紧跑啊！哎，怎么好像浮在空中？啊！